上一集 Bachelor， 其中两个会同色铎去约会，我要确保同我一起的女士都可以接受到这种镁光灯下的约会。接招啦！得到约会的一定是我。喂，是我 Mario。你哪里散了的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打过来的。这些女仔全部都要回家。Hit， 再见啦。你会接受这朵玫瑰啊？我当然会啦。真的很容易操纵啦，又是他，都不知道色伯喜欢他什么啊。他们回来了，谁回了家啊？不是啊，为什么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什么话？你看来你个个见到我都好像很开心一样啊。我真的以为色伯是想找真爱，他怎么可以喜欢一个这样的女仔的？ Barbie， 你会接受这朵玫瑰花？色伯，对不住啊，不过如果你喜欢的女仔是这样的话，我想我不是你啱的人啊。看来我们有旧的玫瑰花给你啊。哇，今晚真的好癫啊！下星期继续是最刺激的 Bachelor， 送位靓女去大色伯花迪的乡下。唔好意思啊，你们其中一个要回家啊。唔会斗快滑落山啊？嚟啦！这个 moment 真的好 perfect 啊！所有事都发生在 Bachelor。